好好睇，好精彩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就是、用咗三张纸巾嚟抹眼泪。都几好睇下噶，而且嗰啲特效都做得好真咯。动画嘅特效都好好嚟，嗰啲全部都做得好真，好逼真。能活下来吗？从历史上看，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。救他们！啊大家好，我叫阿 Sam， 今年已经是11岁噶啦。今日嚟到沙田睇咗《流浪地球二》，航天员50岁出列嘅时候，之后要去做自爆嘅嗰啲工作人员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就用咗三张纸巾嚟抹眼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嘅名字叫做 Terence， 我今年系12岁啦，读 Form One， 唔同国家可以打破个互相战争啊，之后嚟一起合作去解決一個太陽不斷膨脹的呢個問題。我覺得最感動就是有些宇航員他哋就為了地球更好的未來，就犧牲自己在月球上面手動咁擊爆了嗰啲核彈。我覺得呢度是最感動的一個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 Helen， 咁我而家係12歲，讀緊小學嘅。我最難忘是當他哋需要300人去。做嗰個引發核彈嗰陣時，嗰啲50歲以上嘅人都企咗出嚟話，自告奮勇去做咯。多謝咁多位國家嘅軍人同埋宇航員。